好，大家好，那我雨婷，然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提案，就是大家可以先记得这个短文字，它x.cog0vtos， 那是这样子的，我先打开。这几年我跟 Jimmy 有一起到处在世界一些的各地的 conference 做一些交流，然后呢有发现一件事，有时候我们可以介绍台湾转弯，因为台湾转弯其实很多是很棒的，但其实有时候突然间要跟外国人介绍我们转弯的时候，常常不知道是要怎么介绍，甚至有时候忽然想不起到底有什么转弯，所以我觉得制作一个小字典是不错的，所以说。我这里有一个 Excel， 然后我有把历年来我有印象的专案都填上来，然后也欢迎大家把它填更多好的。然后呢，当然可以先补充一些资讯。然后这里有投票，所以你在今天想要有点参与感的话，也许投票是最容易的。对，你觉得专案很棒，很值得跟国外分享，就签个名。然后我今天会选出十个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的介绍补完，然后英文补完后。我会在下个礼拜印出，那就是那种折页式的小册子，然后下个礼拜的 OGP，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去给国外朋友说，这是台湾很棒的专案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所以说欢迎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听这些东西，然后可能要征求一下设计师帮忙做一下排版这样子，谢谢。